今天带来马可波罗，我觉得这个英雄我已经拿捏了，钟馗两级过来支援，就我这种风骚的走位能被你勾到，我当场倒立。当我没说。蹲草丛看到小乔妹妹和队友眼神交流，对面都懵了，突然出现好多大汉，马可波罗还一顿乱射，小翅膀完全顶不住啊，游戏体验很差。清理完兵线，赵云一脚踩了钟馗，反而被吸得欲罢不能，钟馗砍下一万点伤害居然还给你逃了。正当我以为就这样和平上场的时候，吉友丁站了出来，脸烫草丛刚好被老夫子捆到，那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。哦，现在我一个人守护防御塔，钟馗看不起谁呢，还以为我撞上你的钩子，回头一说着两个瑟瑟发抖，准备受死吧。哎，我好烦啊，时间老是掌握不好，一技能射完不能立马接大招，还是硬着头皮旋转跳跃啊，收掉钟馗，可惜了这波双杀的好机会。Oh no！ 蹲草丛里先消耗一波，小乔大叫一声给老娘起，还好橘右京慢了一点，不然就没得了，回头一梭子收下人头，在两段位移过来追李元芳。哎，这小伙子跑那么快的嘛，不管怎么说这波马可波罗勾引的好啊。看到钟馗过来，小小走位躲个钩子之后就是一顿毒打，谁知道对面人更多啊，我们先稍微撤退一下，赵云你自求多福，本来我都要亮了，被小乔举高高，血量掉的不要太快，这波三个换三个，讲道理不亏不赚吧。老夫子捆到孙策，马可波罗闪亮登场，等时间差不多的时候，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了，孙策当场凉凉，剩下橘右京也是轻松解决，开心偷野猪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把我们野猪偷走了，这就很过分。队友三个被对面包围，我们先在外面 OB 一波，等小乔妹妹过来一梭子射在她身上，你可以看到血量掉的不要太快。李元芳没有办法过来和我硬刚，你没有技能讲道理完全不慌的，站撸就对了，还是一梭子先消耗，孙策变得惨一些，这我能忍吗，上去一顿毒打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孙策留了一手眩晕，不得不说你这反应能力真不错，本来我肯定三杀的呀。河道魔拳擦掌，一群抠脚大汉放开我贤内助，呀呵，还想打我，这就过分了吧，纯净苍穹一开扛住一万点伤害，怎么说马可波罗硬的不行，再跟上队友一塔都没掉，我觉得越塔不太好，瞄准钟馗就是一梭子，虽然成功收掉，但小乔一上子过来，我菊花一紧啊，都跟你们说了吧，马可波罗硬的不行。上路打得很凶，一梭子劝退小乔，对我们还是挺麻烦的，孙策看准机会开船撞了过来，哎，这么歪也能击飞啊，你开玩笑吧，还是纯净苍穹一开，对面伤害显然是不够的，再回头一顿毒打，老夫子灵性调整目标，李元芳就很闷，我干过了而已啊，孙策和李元芳没了之后，剩下钟馗只有挨打的份，一梭子全部命中，痛到心里去啊，游戏体验很差。好的，来到开心守高地的环节，还是先清理兵线，钟馗原地吸光我们的空气，伤害还挺高的，哎，有没有人制止一下呀，一梭子命中李元芳，你想走做梦吧你。哎，别别别，大哥们，我错了。好的，表演一波老年人换名刀，并没有什么用。继续开心的守高地，两个小瓜皮看不起谁呢？上去打出成吨伤害，孙策直接回去泡温泉，剩下橘右京起来吃微梭子，灵性名刀，好的，就输掉了比赛，可恶啊！来说一下马可波罗的铭文，出装带三朵翠、七兽脸、鹰眼、红月，出装的话，攻速鞋、末世、纯净苍穹、不祥征召、破晓、魔女斗篷。好的，本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喜欢墨鱼的请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如果再来关注，小弟将感激不尽啊！我们下期再见。